制的这些都有，甚至电路的也有，甚至比较生活化 ，maybe 是做一个时钟 ，maybe 做一个水泥做的这种都有做。所以这是我们以前所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现在有必须要融入一些，因为计划的项目不一样，今年度我们必须融入像可能有关新科技的内容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机械手臂啊，有一些智能化的东西，有一些 AI 的，所以也因为有 AI， 然后我们这个课程有摸到 AI 的时候，所以就可以就是可以刚好配合在一起。啊，为什么想要跟大家顺便来认识一下？说等一下也许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来参观一下我们这一排空间。所以也许 maybe 是你是 maybe 是学校行政班的老师，或者你不是，但是你也许你可以把这个讯息告诉他们说，哎，这边有这个空间，你们也许假设你们要办什么样的研习的时候 ，maybe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，讨论一下，也许可以类似这样的，不同的学校你们想要办不同的活动的时候，也许你可以知道说这里有这样的场域，有这样的设备 ，maybe 我们可以对接一下，让这些设备能够，因为我们的客群就是从中部地区，不是某台高雄市的呀。我们是我中部地区，所以我们是可以这些环境是可以尽量分享给这个区域的老师，让他们都知道说有这个场所。然后如果他们有这个需求，也许也可以讨论看能不能对接起来，或者是说我们也曾经说我们的讲师群到外县市去也有，所以我们最远有到花莲、到屏东，所以其实台湾省啊没有，我们还有到金门，所以如果有外岛的需求，也可以讨论看看。这样 OK 好，然后今天很感谢各位，就像刚才老师讲的，哇塞，那个暑假期还有老师愿意可以找来，所以真的很高兴认识你们各位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教室，就是说这里有一个 LINE 群组，就是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新的课程，可能是 Maker 相关或者是其他的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成员在里面，所以如果您有兴趣，或者说你有课程想要发布的、要推广的，你也可以不用客气，就在那个里面丢也可以。对啊，我们这个社群是，因为那是这个社群是我创的，所以说我们是比较随心一点，我们不希望说这个社群只能 po maker 的讯息，不用。所以假设你像在场，也许很多是国语文的老师，那也许你觉得这个课程讯息不错 ，maybe 也可以放在上面。我们其实是非常开放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感谢各位老师前来，那等一下便当大家请要留下来帮我们吃个便当，好，感谢。对，那我先说，因为我今天。